个是秋叶原的动漫城，人好多啊，都夸张，这整栋全部都是动漫的商品，所以满满的人潮。你看哦，从我刚刚进来到现在，人没停过，基本上是一直进来的状态，很夸张吧？然后这整栋动漫城啊，它其实有7层楼，然后它其实每一层都会有其不一样的主题，然后像2楼、3楼啊，就会很多很多收藏珍藏的地方。对，但是就真的人很多，很夸张。你看，一直。人是一直进来不停的，源源不绝的。你都觉得到底为什么这些动漫可以这么吸引人？我看人潮一直络绎不绝。超多的，且对啊，而且这边也很常办一些什么动画迷的活动，所以这边超多的。天哪，我录个3分钟给你们看一下那个不间断的人潮。是不是很扯？人没听过哎。